这一颗是桃太郎，这一颗也是，上面在开花，这边也在，这边是小番茄，这一颗是黄石英，黄石英的挂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这边上面也是在陆续的开花挂果。这边也是，这里还有一圈。这一盆是甜蜜冰柱，然后没有打过侧枝，就让它自由生长。它的叶子、花、果实还是非常多的。这是最大的一串，这颗应该是玫瑰鹦鹉，这一盆是鱼阵，这个还没挂过。这盆鱼阵的话，已经挂了一两个小果了。这边是灵魂补丁，说是比较早熟的一种，它也是。这颗补丁开始挂掉，非常多的，这边一串、两串、三串、四串、五串、六串，这边也还有，那边也还有，这也是补丁，补丁真的。开花也是蛮早的，植株也是挺旺盛的，很好养。现在这边长得最果子最大，也是植株最壮的话，应该就是牛心，匈牙利牛心，它真的长势非常好。然后这颗是最大的，这个话被虫子咬了，外皮应该是，但是看它愈合了。就留着了，上面也是还在不断的